路边社、深宵实况报道，更换灯柱上的宣传。现代城市不会为黑夜停下脚步，往往只是工作的开始。近凌晨时分，工作人员在云梯上工作，拿掉早前挂上的宣传横额。过程十分迅速，一分钟左右便完成了。不过一路都是漫漫长路，有排做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俱往矣。归园田居已成为另类理想生活。作为一个城市揾食动物，是没有日夜的。最紧要有汗出，有粮出，都是揾食者。